1996年，我18岁，在一个简称铁技院的工厂培训学校读2年级。站着，向北灯，他们帮瘪犊子，谁他妈都敢欺负！我干死他！大雪，等会儿你们都小心点啊，千万别受伤了。都走了吧，走了，走，走。你们干什么？这是蓝澡堂啊！这个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总会出现在我身边的人，就是于一，我的发小、同学、最好的朋友。面对眼前这个赤身裸体的他，我却突然有了害羞的感觉。吃着。大周末的
咱们俩礼拜一到礼拜五天天在一块儿，我洗个澡还得约你啊。咱哥们儿劝你一句啊，你好歹也是个女孩，爱打架归爱打架，你也不能什么样都来啊。玉，我跟你说啊，以后有人欺负你，跟我说，上刀山下火海，老子也为你去拼命。穿上吧。哎，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关你屁事啊！哎呦，我喜欢聪明的、漂亮的、像梁咏琪那样的。哦，你喜欢短头发的呗？喜欢上了自己的哥们儿，这事儿也太没面子了。18岁的我，天不怕地不怕，唯一怕的就是开口说出我喜欢他。下面我宣布年级一个月来的奖惩情况：机修2班王秀英连续旷课16天，勒令退学；机修1班史刚和校外流氓斗殴，扳手拔掉了对方2颗门牙。你吃错药了吧？怎么穿的跟港台明星似的？是吗？真的？偷看女工洗澡，影响恶劣。下面我宣布一个唯一的好消息：计算机班于一同学在全市计算机比赛上拿了个1等奖。同学，奖杯给你。这还有500块钱奖金，等一等，整俩就。非常开心能够拿到这个计算机奖。我觉得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以后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因为电脑而连接在一起。讲得好。小平说过呀，这个电脑普及啊，要从娃娃抓起。学校呢，也准备做一个电脑形状的大石雕。李同学，你愿意把你的奖金捐献出来，为电脑大石雕做贡献吗？我相信你有这个决心。我不愿意。我问于一同学，没问你。不是你穿的这是什么玩意儿？你马上坐下。要不然我让你到前面来，好好当大伙面显摆显摆。你马上给我回到座位上去。对呀，我也整两句呗。新一代计算机马上就要席卷全球了。校长，我们这大石雕过不了多久肯定就过时了。这个奖金呢，还给于一同学拿着。虽然我们现在暂时没有那么需要这个大石雕，但是我相信我们还是会继续共同为我们的学校好。江波，找到他是有机会的，找到他是一个个人类的梦想变成了现实。电脑将手写的文章或键盘。你想干什么？喝兰珠。买不买？不买。来，不买也行，没鲜味的。拿点钱买点吃的呗。我没钱。真没钱？真没钱啊！我去，阔儿爷呀！给我。我的。把钱给我。我的。把钱给我。我的。哎哎哎！干嘛呢？我去，穿的够浪的。白宇宙他妈找事儿是吧？杨伟兵，于一也他妈不打听打听我白宇宙是谁？这片学校我哪个没顺过？哎哎哎！上次是我没找你算的，算吧。今天老子就给你算清楚。你说的啊，你听见了啊？我就别说我找你这打架坏了规矩。我弄不死。上
在那个黄昏，我真的以为于一要死了。四周没有一个人，耳边只有呼啸而过的风声。我只能学着电视里的样子，拼命给他做着人工呼吸。那就是我的初吻。可能没有人的初吻会像我一样绝望。你左右转一转，晕不晕？想不想吐？不想吐。他没事儿。怎么还在写呢？快点！先不快，不买不买，人家等着抢救。等着啊，你们。别，我看看，好点吗？不过我刚刚好像真以为自己要死了，后来做了个梦。梦见什么了？不告诉你，反正不是什么好梦。春梦呗。行，赶紧躺下，你再感觉一下，还有哪里不太舒服的地方。你怎么就伤到这儿了呢？你得注意点啊，不能碰水，每天都得涂药，伤得还挺深的。嗯？没什么。没问你呢。嗯，你今天怎么穿的那么奇怪啊？奇怪吗？不好看。你平时那样就挺好看的。你看你喝多少了？聊天儿聊天。喝口水。买单，38先生。哥们儿，你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你干嘛？我看你们这儿招服务员，你看我行吗？你为什么想来我们这儿打工啊？我那个爸妈下岗了，我想挣点钱。那你全职还是兼职？兼职。我还得考大学呢，我白天得上学。这还考大学呢？那你来这儿添什么乱啊？怎么说话呢？你说话算数吗？啊！管事儿的给我叫去！别，你谁呀、啊、你？他喝多了，喝多了别搭理他。不知道我谁是吗？你爱谁谁。给我滚出去！再给我说一遍！杨美丽，杨美丽，杨美丽，有事是吧？杨美丽。放开！放开！松开他！松开他！让开！给我让开！长这么大了，啊！你怎么来了？这是我的地儿。听好了啊，这是我师父的女儿，我干妹妹。卫兵，这是咱家的地儿，好好玩。我先忙活去，给我照顾好了。照顾好了。这管哥可真厉害啊，他真是你爸徒弟啊？是啊，我都好久没见到他了。谢谢啊。他刚从南方做生意回来，没想到开这么大一场子。我刚都问他了，以后你就来这里打工，没问题。真的吗？慢点，
别闹，快说。这怎么了？我说我咬牙，非得。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出去玩喝多了，那我先走了。不好意思，杨叔。路上慢点啊。你猜我今天见了谁了？来，喝点水。哎呀，雷管儿，你怎么跟他混到一起了？我真没想到你这个当师傅挺有面啊，管哥对我可好了。你给我听好了，今后你给我离他远点。那不你徒弟吗？他混得比你好，你嫉妒了？他好不好的跟我没关系。你看看你大晚上的一个姑娘家喝这么多酒，像什么话？你看看你这个样子，用不着你管，我的事不用你管。杨北冰，使劲。北冰，我。有了管哥的照顾，小香港成了我们自己的地盘，我和于一形影不离，好像真的成了彼此的一部分。憋在心里的话压得我越来越难受，我下定决心要豁出去告白一次。杨伟斌，你干嘛呢？啊？看你桌子不顺眼，你顶你脚。行了。是平衡，还做好人好事呢。哼，我怎么觉得你最近总是贼溜溜的呀？周六晚上8点，我约你。没事吧？你约我干嘛呀？我约了场架，你去不去吧？我去干嘛呀？是不是朋友就看这一回了？周六晚上8点，东郊小树林，不去我弄了你。你终于来了，不是打架吗？人呢？问你话呢，帅平了，这不玩我吗？为你这事我都没去打工，社评的字不早说呀。钢品的事儿，我这不是来告诉你的吗？脾气还挺大。莫名其妙，没事我走了。你敢？我问你，我是不是你好朋友？不是废话吗？那就行了，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实现个愿望。什么愿望啊？今天晚上就有流星。一会儿就开始了，你陪我看一下。就这事儿啊？那你不是骗我吗？你下不下来？我就服了你了。杨冰冰，刘星呢？广播里说有的，这大半天的不知道你抽什么风。这刘星得等到什么时候呀？不等了，反正我今天就是来许愿的，有没有刘星我都得许愿。你过来，咱俩现在对着天许。你是好好许的吗？是啊。那你许的什么愿呀？那怎么能说出来？说出来就不灵了。哎
有情况啊，想搞对象了？真的？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说呗，别整那么别别扭扭的。我喜欢上了一个女生。然后呢？大咱们一届。我参加合唱队认识的，叫紫薇。怎么回事？去医院。照我说的办。果哥，是啊，就是太没想到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下手这么狠，这得是深仇大恨啊！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这事也不能怪你。虽然他是你爸徒弟，但你好几年没见了。她长得漂亮吗？什么？紫薇，我好像听唐潇说过这名儿啊。我跟你说，管哥呢？你说杀他那些人到底什么身份呀？我怎么知道什么身份？莫名其妙蹦出来一个人，爱怎么着怎么着吧。你不说你认识他吗？哪个是紫薇？我怎么看着都不像呀，好像没有他。他就是合唱队的。乐乐，叫你去打听紫薇的底细，了解了吗？他刚转来没多久，好像跟他们班同学也不是特别熟。哎，来了。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
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春是挺那什么的，唱的也不错。紫薇，雨衣，这本书我看完了，还给你。喜欢吗？我觉得特别好。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进行一场旅行，最好能像麦哲伦一样，开着船环游世界。挺好的，我支持你。懂不懂规矩？认识我们几个吗？知道他是谁吗？紫薇是吧？哪个学校找来的？哼，杨美冰是吗？雨衣老跟我提你，提我什么呀？他说你们是好朋友，经常一块玩。我告诉你啊，你别给我。我听说你摩托车骑得特别好，改天咱们俩一块切磋吧。谁跟你切？我刚转到这个学校来，人生地不熟的，以后请多指教。谢谢。这姑娘说话挺带劲儿啊，长得也挺好看的，应该不是坏人。那咱们以后一起玩吗？地痞鸡，牛逼吧？又牛逼！唠唠呗，打架是吧？老子今天正好气儿不顺，打！打什么打？大嫂好。冰儿，跟你打这两回架吧，越打我觉得越带劲儿。再说上回那天在澡堂子里，我人也被你看了。从今以后你跟我好吧，吃香的喝辣的，有架我给你。啊！哎，干嘛去？你说你喜欢我？啊，喜欢啊！喜欢死我了！大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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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紫薇了吗？没看到啊。哎，有想吃什么的啊？带劲儿。大嫂，你怎么来了？没去约会啊？你找到紫薇了吗？找到了，我们俩还一块吃饭了呢。你看，你哪来了？不告诉你。我准备把它放到钱包里。哎，你看，还带着香味呢。没闻出来啊？你拿着它没给我？不是给，今儿怎么这样？给我，快点，给我！别动手动脚的啊！冰儿，冰儿，哎，我追你半天了。你怎么跑我地盘来了？哎，送给你的。哎，
来两瓶酒。我警告你啊，以后我在这里喝酒离我远点。怎么回事？真把自己当大嫂了？给我快点！干嘛呢你？哎呀，我常年在这儿混，管哥可器重我了。酒呢？就我的东西得好好。闹钟。哎呀，管哥。哦，这我两个朋友。谢谢啊，你俩跟我上去喝一杯。哎，你看咱俩好了，你带我一块儿呗。谁跟你好了？你咋还不承认了呢？刘哥来了，哎，你俩坐吧。丸子，丸子，韩山雨哪儿去了？这我哪知道？可是我听说，他跟你在东郊谈了一次，没过几天这人就没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要是我，你怎么想啊？刘哥，我是个做小买卖的，挣的是小钱儿。人家对我不仁，我不能对人家不义吧？丸子，今天到你这儿来问你这事儿，是他妈给你面子，你别他妈给脸不要脸！操，你他妈跟谁说话？跟他妈你！操，老大爷，干！来啊！雨衣，把我兜里的烟拿出来。让你拿的是烟，哦。那个，寡哥是我大哥，我代表我大哥敬各位大哥一杯。还是我敬你们两个小孩一杯吧。感谢你们俩那天晚上救了我一命。要是没他俩，那天晚上我早沉湖里成冻死鬼了。来，我们敬您。谢谢。兄弟啊，我知道你狠，但你结下的仇不是这一票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啊？谢谢你的提醒，我呢，贱命一条，没什么好怕的。你们就这儿待着吧，改天继续喝。好，走。谢谢寡哥。谢谢寡哥。玩玩啊！谢了，寡哥。喝酒吧。下来。把这弄脏了，快下来！刚刚我是不是特有面儿？你有病啊你！俯视着这一片灯红酒绿，我觉得自己就像突然跨进成人世界的英雄。可是，一想到于一心里有了别人，我就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走啊，跟我吃个饭去。没空。别啊，太不给面子了啊！我都晕多少次，为什么要怎么着你，对吧？哎，我听说你点新闻，想和你唠唠。什么新闻？你跟我走，我就告诉你。杨北冰。知道我是谁，还不赶紧滚！紫薇，走不走？行，行。云姨去买东西了，一会儿就回来。你放心。我放什么心啊？我知道你喜欢他。什么？我不是你的障碍。大姐，咱能别这么自以为是吗？都是哥们儿，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别整的什么都知道一样。哎，你怎么在这儿？我乐意。你怎么去那么久才回来啊？绕老大一圈呢。紫薇，你不是南方人吗？你跑我们这边来干嘛？我爸去世了，我跟我妈改嫁过来的。什么意思啊？紫薇，你不普高的吗？放着好好高中不念，跑我们技校来干什么呀？杨北冰，你有完没完？查户口呢？别搭理他，他就这样。好吃吗？还行，挺好吃的。哎，听的什么歌啊？要不然你拿着吧，我去看他一下。北冰，咱们回去吧。云姨，咱们一块回去吧。太悬了，吓死我了都！哎，你慢点行吗？看路。杨伟斌，刚刚姊妹可是救你一命啊。那个，谢谢啊。伟斌，现在缓过劲来了吗？他能有什么事儿啊？他没事儿，就是一笨蛋。我怎么笨了我？我怎么就笨蛋了？哎，那个紫薇，啊？今晚上我请客，咱们喝点呗。行。找一点喝一杯去。哎，我到底怎么笨了？北冰，你回答他吧。哎，你不要问了，本来就笨。什么本来就笨了我？我电脑我得奖了我。说真的，我之前对你是有点意见。什么都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杨北冰不是什么忘恩负义的人。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别老让他喝酒。紫薇，我带你逛逛去吧。怎么自己一个人喝酒啊？广哥，同学一起的。广哥，三。广哥，这是我同学紫薇，这是广哥，我们这老板。广哥好。你长得特别像以前我们厂一女孩。下面可以点歌了。哎。
我爸以前跟管哥一个厂的，管哥是我爸徒弟。你们唱歌吧。哎，紫薇，要不你唱首歌吧。他是我们合唱队领唱。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阴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是债，混不明白，我让你长点记性。起来。老张。北冰。寡哥，我不管你们怎么了，这人我认识，给我个面子。把他放了，给你个面子。北冰啊，这事你别管了，回去玩去。寡哥，起来。喂，大家都在报警了。有时候大人的事儿，不是说你想管就能管的。现在算了。给我口水喝。你等着啊。这么干，你犯不着为了我去得罪管哥，我不能连累你。你的水啊，你俩算不算亲家亲嘴呢？你是不是得跟我好啊？别废话，赶紧去医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去什么医院？随便找个地儿包包拉倒，怎么了？你进去吧，我走了。我陪你。千万别，这玩意儿不好看。你玩去吧。等我重振雄风，再来找你。
么久呢？我还有孩子要养。算了吧，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管我求你了，管哥！我求你了，管哥！管哥，我求你了！没事了啊，继续玩吧。求你了，管哥！不是你来带劲，赶紧走。大家好好玩。紫薇，你觉得我哪儿不好？我觉得你挺好的。那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云一，你还是珍惜你身边的人吧。失恋了，我说华回家慢点啊。行，将军，那我先走了，明天我就来上班。哎呦，早都不在工厂干了，还叫什么杨主任？叫这么多年了，改不过口了。那也别说了，真得亏你啊，把我们这些下岗的招过来干活，要不然……啥也不说了，明天来上班吧。好，明天见啊。好。吃吧。你怎么又出去喝酒了？雷管当年在厂里什么样？你是去他那儿喝的酒？我告诉你，雷管不是个好人。你是好人？你当年不偷卖厂里东西去坐牢，我妈会跟你离婚。你别给我扯别的，你要再这么胡混下去，你就废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出去混吗？你不在的时候，我天天被人欺负，我只能出去打架，我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想我吗？我看书上说，人这辈子
都必须经历失败的爱情，才能获得幸福。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以后不要再去雷管那打工了。为什么呀？不为什么，他那什么人都有，怪危险的。有什么危险不危险的？我还得打工挣钱呢。少废话，反正以后不许去了啊！我给你找工作。你怎么这么霸道呢？冰，冰。这是怎么了？没事，来，爱冰九九，还行吧？没事，想好吧？你怎么来了？伤成这样还不消停会儿？我本来是不打算来的，可是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了，我上厕所，你猜怎么了？我们家厕所的镜子碎了，稀碎。早上起来我赶紧去厕所一看，你猜又怎么了？我们家镜子没碎。好了，不是你有病吧？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了。这不就是破镜重圆吗？我一想，肯定是我们家冰想我。笑什么笑？没见过神经病啊？冰，哎，你以前不理我就算了，可是昨晚咱俩亲嘴了。你他妈说什么呢？可以啊，杨美冰，你连这个都干了。你别胡说八道啊！我跟你说，白宇宙，咱俩从来没圆过。那你坐上去，救我什么意思？我救你，我。现在怎么那么多人啊？出什么事儿了？冰儿，你慢点儿。哎，起来，起来，起来，让开，来，给我看看，让开。计算班的紫薇在六中的时候曾经被人强奸。我靠！哎哎。这紫薇是不是跟你们一起玩过那个？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那大字报可不是我写的啊！你说这事儿到底是真的假的？那当然是真的了，而且那个小流氓还就是我爸亲手抓的呢。就是人家喜欢他，结了他几次，他不给人家面子，那帮小流氓就给他办了。哎呦，你个孩子呀！你要不，你紫薇干嘛上咱们这破学校来？人家紫薇挺好一女孩，这不给人毁了吗？这以后让人怎么嫁人啊？怎么叫嫁给我？不不不不不！叫你爸爸，都闭嘴！干嘛呢？吹风啊。那什么，你前两天听的磁带挺好听的，能不能借我听听啊？改天咱俩。别怕，我陪着你。那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拥抱。他的怀抱柔弱、单薄，可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无穷的力量。在天台坐了整整一上午，耳边的歌一直反复吟唱，我始终记得阳光打在紫薇脸上的样子，她美得像一幅画，
而我也终于想明白，原来在我的心里，这个曾经的情敌早已成为了我真正的朋友。哎，那就是紫薇，她以前那学校的，三处分了手。敞开心嘛，不怕不怕。那我别说了。哥，今天不要美冰了，他俩怎么分的？紫薇，要不等会儿咱别去合唱队了，等咱出去玩吧。好呀。哎，我听说刚关了一个厂子，说是里边特别好玩，等会儿咱去那儿呗。可以啊，放学以后你们等我，咱们一块儿吧。客气啥呀，有我俩一起保护你，反正你也快毕业了，到时候咱仨商量商量，一块出去闯世界，说不定我们可以一起去香港啊。我看在电影里面演的可好了，或者我也可以当海员，到时候我带你们一起扬帆也行，环游世界。你香港人都说广东话，就你这土袍子样到人家那去肯定得被人嫌弃死。紫薇你评评理，我跟他谁土啊？给我一根啊。不管我们在哪，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都应该骄傲地活着。啊，好吧，我们不再一起漫游，消磨这幽深的夜晚，尽管这颗心那天晚上，紫薇的话一直萦绕在我耳边。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每当我遇到低谷，我也总会想到这个夜晚。我从没见过紫薇这么灿烂的笑脸，我们三个就像暴风雪中相互取暖的人，那是我们最亲近的时刻。
小丫头，醒醒！哎，小伙子，醒醒醒醒啊！包宿到点了，不营业了。醒醒！醒醒神儿，醒醒神儿！紫薇呢？跟我们一起的女孩呢？我哪知道啊！走的时候别落下东西啊！一夜之间，紫薇似乎从我们的生活中蒸发了。我们找到了他家，他的继父对他毫不在意。说多少次了，紫薇已经搬到外边去住了，你们别来找他了，行不行？他的妈妈也只说会跟紫薇转达，我们再找他，可我却始终都没有等到紫薇的回信。我们想尽了办法，找遍了紫薇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可依然没有得到一点消息。没有人知道紫薇去了哪里，她就这样从我和于毅的世界里消失了。寒假来临了，我和于毅也渐渐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轨迹里。我爸开饭店攒了点钱，想让我技校毕业后出国，给了我一堆材料，可是我从来没想过一个人离开。我们继续 ，Where are we going？ We are going to the future。什么车？你先把发音练好。安排。扶着我点儿，别闹，扶着。点声，刚才他没听见。我说，安排相亲完毕。Me too。这句在我心里说了几百遍的话，我终究没能让于一听到，但他仍旧是我整个青春里最畅快的一个片段。老板，来瓶大白梨，来瓶旭日升，对对对，然后再来瓶水，然后大雪什么来着？啊，干嘛呀？没管的车。喂。你最近去哪儿了？到处找不到你。跟我走。松手。你要说什么？你怎么跟雷管混在一块儿了？我跟雷管在一起了。紫薇，我听懂你在说什么，换个地方说。跟我走。你根本就不了解我。那你了解他吗？杨北冰，干嘛呢？嗯，没什么。
走。你先回去吧，我跟他们说。紫薇，紫薇，你们怎么了？你们干什么？行了，先陪我喝一杯，有什么话慢慢说。你把他怎么了？别碰！你他妈有病了！我是不是给你脸了？于毅，你给我听好了，我跟紫薇的事你不懂，别瞎吵。你的事我管不了，但我必须带紫薇走。让你走了吗？于毅，你先回去吧，改天再说。我不回去，我就是要带紫薇走。你松手。于毅，你听我说，于毅，别放开，别放开，爸爸，求求你了，以后我们再也不来了，你把他放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个开赌场的。雷管，你可真是够仁义的啊！不是你他妈什么意思啊？这是我师父。师父，我都回来四年了，每年都去看你，你也不给我开门，还不认我这徒弟啊？您替我坐了两年牢，我真心想补偿您。师傅，您难得来一趟，别空着手回去。雷管说：“你是替他坐的牢。”这小子偷卖厂里的东西，从我这儿骗走了钥匙，事儿说不清了。贝贝啊，你想过今后吗？绩效从你们这届开始就不包分配了。爸是真的想让你去国外读书。能有个好的未来，这辈子别过得像我一样。趁热吃吧。两杯冰。
别假装好好学习了，赶紧下来吧。我不。杨卫兵。那我们走了啊。哎，我下来了。分配了，我好像也听说了。那咱毕业以后就不能进一个厂子上班了？我还以为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呢，一起进厂子，一起分房子，一起上三班，最后一起退休，多好。没关系，反正我想好了，要是不包分配的话，我就去沈阳五爱卖衣服，以后你们所有人的衣服姐全包了。你呢，马回飞？我呀，就接我爸班当警察呗，除暴安良，到处平平事什么的。就你也就查查户口。哟，你瞧不起谁呢？你不就会修电表吗？你天天修电表，你修一辈子电表。我乐意。你爸送你出国的事儿，你想的怎么样了？反正不管去哪儿，咱俩不说好了一块去香港了吗？好啊。在香港见，以后啊，咱俩还能在一块儿。你说的，你说的。嗯。哎，你俩干嘛呢？搞对象呢。啊！你说什么？搞对象！我说你搞对象呢。白宇宙，冰儿，你怎么在这儿？我来看看你，今天跟你说个事儿。等很久了？没有，刚来。我是来跟你告别的。嗯？我准备去南方做点小买卖，明天中午的车。去南方？这么突然？我在雷馆上混不下去了，一时半会儿也没找着什么正经事儿干。我去那边看看。说走就走了，还没时间给你见见行啊？见什么行啊？我知道你心里有我。反正等我在那边混好了，我接着回来追你。我给你看点东西。给你的。这是我
么都信？这是我这十九年攒下的所有人脉，咱们这片跟我混过的小痞子联系方式我都给你写上面，我跟他们说好了，我走之后打架你别自己上了，就用这帮兄弟，你告诉他们，你说你是杨美兵，他们全得管你叫大嫂啊。谢谢啊。谢什么呀？莲儿，我能抱抱你吗？事儿，你别怪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们。我要走了。雷管说他在大连找了个新厂子，我想和他一块儿去。我是真的喜欢他，他也是真的喜欢我。不是，怎么就非得跟雷管呢？你不知道这个人真的特别狠吗？自从出了那事儿之后，我从学校出来，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嘛。后来碰见雷管，我觉得他挺好的，跟他在一起，我觉得挺有安全感的。雷管有枪。你永远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干什么。他懂我，他跟我说，如果大连的生意好，我们就不回来了。他说，他带我去一个新的地方，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到了大连，我还想改个名字。我想在海边开个餐厅，这样我就能天天看见大海，就像我小的时候一样。保护好自己，有什么事儿告诉我们一声。你和云姨还没看过海吧？海有什么可看的？你们来大连找我玩吧，我带你们去看海啊。不去，我给你们做好吃的好不好？不爱吃。我在大连你会想我吗？不想。你真的不想我呀？为什么要想你啊？我可不想。
我不高兴了。大连到这开车要多长时间？你还说你不想我？你就是想我。我不想你啊！你就是想我。我一点都不想你。走！谁呀？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放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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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林，快来取人！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人弄不了你啊？你知道吗？于玉清想香港了。谁告诉你的？信我收拾你！求你，把玉玉放了。
奖给我。把奖给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多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梦，可是全身上下那些难以忍受的疼痛每时每刻都提醒着我，这一切都是真的。雨衣伤得很重，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疤击碎了我一直想说的那句话。本市打掉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20余名成员被追究刑事责任，主犯雷某被控犯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开设赌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14项罪名。我都给你安排好了，等你恢复了就去国外。以前我总觉得青春还很漫长，我们很久才会长大，很多话等长大了再说也不迟。
但当我真正决定离开的那一刻，我知道我和于一的青春已经和这段感情一起像风一样呼啸而过了。一村一二年级于一同学在校外姿势打架，情节严重，于一开除。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to reconsider your resignation? No, it's been 3 years. I have had been enough. Exactly. It's been 3 years. You were going to get your promotion next year. This is just foolish. You may be my boyfriend, but you don't understand me at all.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don't want to do the same thing every day. Say the same thing and see the same people. And even pretend like...I enjoy all this. Screw it. This is not the life I want. Okay. What is the life you want then? I have no idea. Hello. 你怎么来了？你怎么又这样啊？不打招呼就来了。爹，想我不？想啊，想得不得了。你休息。哎，你头发怎么越来越少了？累啊，累。你和你那老外怎么样了？什么怎么样？你赶紧跟他散了得了，我好接着追你。说了这么多年，你倒是追啊。真的，
看你老婆怎么收拾你。他管不了我。行了吧你。然后电话里说，打算来香港买房了。我想着投投资，之前搞拆迁赚了点钱。人都说买房好，我过来看看。可以呀，生意越做越大了。还行还行。哎，你说以前在东北，看着那些老厂子，没事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变成这种高楼大厦，多牛啊！可是现在真拆了，那些街道啊、房子呀，模样全变了，心里还挺不舒服的。这滋味说不上来。哎，你还记着你们学校后院那个邮局吗？那块地方啊，周围的房子早就拆了，就剩那个邮局了。可现在谁还写信啊？我就把这个工程给接下来了。施工前呢，我还去看了看。哇去，那地方实在太熟悉了。以前我在你们学校混的时候啊，没事就看见人进进出出，有哭有笑的。一转眼，都破成那样。哎。你猜我在那儿发现什么了？我的信。在谁给你写？谁呀？就那于一。啊？于一。你还记得吗？我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我就把信给你带过来了，啊？啊？你看看，杨北冰，展新月。今天海上气温17度，风速15节，海面有小白浪，也时常有鸟飞过。我已经是一个很专业的海员了。自从上船后，我成天泡在海风里，也常喝酒。开始还会头痛，现在已经习惯了。这是我给你写的第13封信。听说老厂子推倒了，我们住的那一片也都在拆迁，不知道你是否能收到。但如果没有你的回信，我就会一直写下去。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们离别后，我看到了你刻在课桌下的那几个字。杨北冰，我们从小一起长大，这是我们第一次分离。我想，每个漂泊在海上的日子，每个慢行在外、空旷寂寥的夜晚，反而让我更接近故乡，也更接近你。谢谢你陪我一起经历的时光，虽然青春留给我们一些永远都抹不去的伤，但是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愿意变成那个曾经的少年。远方的你应该也是一样的吧。你说你从没那么把你
剩下一杯烈酒的温，还剩下一盏烛灯的昏，还剩下一无所知的明天和沉默的眼神。你问我这灯火阑珊是谁在感伤，我想当风来了你走了，只剩下岁月在唱。青春还剩下一点点的余温，温暖着你的眼泪，落下了灰色的冰冷的雨滴是你的叹息。趁青春还剩下一点点的余温，温暖着你的眼泪，我不怕寒冷，迎着这岁月